五号亦都起飞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长三班一千直路准备。好，嚟日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响外边有雷超啦，黄衫咧就系摘心星，百胜龙亦都快嘅，咁再见到咧运来宝宝已经走咗上去啦，中间位置仲系好靓女，最入咧就系海之图，再后边嘅马啦，咁先见到火麒麟啦。后一浸嘅马啦，咁先有呢只旅游智者啦，中游新星啊、安喜啊，同埋呢只摘心星啊，褪咗落去。外栏尾四跑宝背跑，再入边钻石达人、顺风顺水、美丽王牌咧，暂时喺呢个包尾嘅位置。好啦，咁跑咗一半咁滞啦，海之图喺入边，出边运来宝宝啊，第三位嘅马咧有百胜龙啦、火麒麟啦，咁再后边嘅马仲系好靓女，喺入边咧仲有旅游智者，最入就美丽王牌一路望后边，咁再后多少嘅马咧，先见到就系呢只安喜嗰啲马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透出嘅马系百胜龙啊，咁喺外边咧仲有运来宝宝两只马抛甩后边个马群噶啦，咁至于第三名嘅马咧就火麒麟中间，出边安喜系冲得劲嘅。入边美丽王牌好近啊，咁但系咧，好似系嗰只百胜龙步步啊压住只运来宝宝，咁但系运来宝宝喺外边咧，佢终点嗰几步咧，佢又上翻嚟，似乎就百胜龙个头系咪大啲咧？真系要影相啊！阿罗利亚会唔会食翻阿莫雷拉一场啦？好接近，好接近，系啊，但系真系大只啲就系百胜龙咯，身形大啲有啲着数。第三火麒麟。第四安喜喎，哇！整翻条呢个 A 二嘅三重彩，三只都系 A 二嘅红色三码。如果五号赢咧，就84蚊；十四号赢，哇！林美原来得翻34嘅啫，呢个运来宝宝啊，睇下边只影赢。好啦，咪都仲等紧个暂定派彩啊，好精彩啊！又系两只一齐飘甩咗个马群嘅。好啦，睇睇啦，跑第一名就系五号嘅百胜龙，独赢派84蚊啊，位置派呢个27蚊。跑第二名咧就系14号买嘅运来宝宝，位置得14蚊嘅啫。第三咧就系9号嘅呢一匹火麒麟啊，位置派20蚊。连赢位五搭14派123蚊啊，三重彩五未有住，单天五九14派351蚊啊。咁啊，先睇位置 Q 咧，54派54.5啊，五搭九咧派呢个109蚊，九搭14咧派呢个40蚊啊。三门彩都有啦，五号、十四号、九号顺序派2166蚊嘅。临尾呢条 Q 啡价啊，12倍，一出即胜啊！果然就系做足晒功夫嚟，大大见头嘅马嚟嘅。哦，第四俾嗰只安喜上嚟，整过晒。系一阵都睇下只美丽王牌呢个留后嘅，跟住佢一路都喺跑到中间度游下游下，后尾喎、啊、大佬跑一千，留到好啦，赢翻场啊，罗利亚，头先星光勇将啊，输咗俾阿莫雷拉，真系罗利亚咧，见佢呢场打翻右手咧，真系炒得劲啲啊！你一阵睇下，真系有分别嘅，即系食虎手嚟嘅呢只真系。好啦，睇呢个左一独赢三拣一啦，真系终于爆翻场啦，爆路啊！咁啊 ，A 二啊，隔夜半原本派18.5啊，你都中意呢份啦，朱仔啊！三重彩添啊，而家系啊，四连环5894派2303蚊。嗯。四红彩顺序54.98派41855蚊。哇、啊，分只安喜啊！系啊，40000几蚊四红彩。安喜啊，好难行出嚟，都身形都仲系松泡泡咁。但系佢系有条栏咯，即系近看台呢边地咯。睇下相啦，有几清楚噶喎？睇幅相哦，比起头先嗰场就明显好多啦。第三亦都系啦，美丽王牌又上翻嚟跑个第五，蚀到咁喎，咬晒美丽王牌。跟住睇下巡逻影片啦，睇下佢真系好刻意咁样埋佢哋点咯。而家见到潘顿同阿古东嚟咯，仲喺度讲紧啊。睇下。系一个二档嘅，
哦，直情挨住马一边嘅。哦，佢慢咗起步。系啊，佢挨咗右边啊只马。零零舍舍就落后咗啦。咁另外直间跳黑白嗰只咧，就系顺风顺水都唔快嘅。钻石达人亦都系慢啦。咁啊前边啦，运来宝宝有理冇理，自己走咗先啦，贴咗条栏啦。海之图就跟佢埋嚟啦。咁啊中档位置咧，见到嗰只好靓女啦，即系以前好靓仔嘅彩衣啦。火麒麟啦，另外百胜龙啦头马啦，入边黑衫好细只嗰只就雷超，中间就五只平牌啦，分别见到就中游新星啦、安喜啦。少少受阻就係嗰隻宅心星 check 咗隻跑步背跑，不過佢都唔多㗎啦。咁後面呢順風順水啊、鑽石達人啊、美麗王牌呢落後得比較遠。嗰啲跑步背跑呢起步又再唔冇乜反應。好反覆㗎啦依家啲人。啲物都唔好搞㗎啫。咁都係啲後生啲㗎好啦喺前面啊八聖龍即係騎。羅利亞真係啊右手勁啲啊真係。哇你睇下。左手拋鑊啊。嗰只好顺风顺水追返近啲喎。好啦福榜完畢添啦。睇睇位置 Q 啦 ,54.54.5 搭九109元94.40元。组合局赢三减一胜出咗位 A2 隔夜半热门派18.5元。临尾落好多飞本来26元。因为只14大幅落飞啦。今日四连环啦，594牌2303元。四重彩顺序54900派41855元。孖宝头关二尾关五嘅正奖派435.5元啊，头关二尾关14安慰奖派37.5元。孖 T 啊，中正派208346元，两关都系14话。分段13:15:20.7啊，末段就慢啲啦，23:05，总时间56:9就慢过标准时间咧，超过半秒啊！